家人要是不爱吃圆白菜的时候，你试试像我这么做，上桌抢着吃。首先我们准备一个正经的圆白菜，炒一盘半个就够，咱们切成细丝儿。锅中加水，先把提前泡好的粉条烫一下，变透明了就捞出来。咱们加一勺老抽，再加一勺熟的食用油拌一下，这样炒出来的粉条颜色好看，凉了它都不坨。起锅烧油，先下入2块钱的五花肉，炒到冒油，加葱姜干辣椒，再来点花椒面炸出香味，然后加入酱油炒香，再下入圆白菜，开大火翻炒到断生，把粉条下锅，加盐和鸡精调味，再加点红绿尖椒配一下颜色，再来点蒜末，大火翻炒到尖椒熟透就可以出锅了。老弟主页分享了200多道美食了，如果有哪道是你喜欢的，麻烦给老弟来个双击，有不懂的就给老弟发消息，老弟看到了马上回复你。感谢支持。